收看莎莎兰华语新闻，我是洪子轩。莎莎兰的集成茶室被称作当地渔民感情联络站，许多渔民习惯在出海前或返航后到这里喝上一杯传统海南咖啡。渔民坐在店里闲话家常和乐融融的画面，是莎莎兰其中一幅最美的风景。来看莎莎兰小主播洪子轩的报道。集成茶室坐落在过港区靠近岸边的一排高脚屋中，店面保留着板屋的结构，外观看起来饱经成霜，但却是最接地气的老旧建筑。店里售卖简单的食物，如面包、传统鸡蛋糕和椰浆饭。坐在这里一边品茶一边欣赏门外的渔港风情，非常写意。城市人生活急促忙碌，不妨趁周末来到莎莎兰出游，放慢脚步生活，整顿心情再出发。莎莎兰小主播洪子轩采访报道。